我的小宝贝，你们都给我站好，或者爬到椅子上，你们都给我跳舞，来跟我来表演一个节目，好吗？哎呦，这么多，今天真可爱。2023年的4月19号，下午快6点了，快到晚上了。哎呀，我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市，我经常的路过这里。我步行，我绕遍了整个城市。今天走到这里呢，我累了，歇一下。哎呀，突然看见这个角落里有这么多猫。以前我路过的时候呢，也看见一些猫，有时候呢还有一些狗，相处的非常融洽。今天呢没有看见狗，就看见这么多小猫咪。哎呀，真可爱！你看，这是垃圾箱，这是周围的这个，这是叫个街心公园吧，街边的公园，谈不上很大，人们来坐一下。我呢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结果就被这些猫给吸引了。这是我的登山杖，这是我背的背包，看看这些小猫咪，他们还一看见我来了也不认生。爬到椅子上，跳上去，然后呢，闻一闻我这背包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可惜我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他们生存能力相当强，有好心人，经常给他们周围的餐厅，还有好心人，给他们送水、送吃的，我都可以看到。你看，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个，家吧。他们的乐园，还有人给他们用纸箱子、纸板搭起来可爱的地方。哎呀，今天还是那个拉玛丹，斋戒，穆斯林斋戒，还有据说还有2-3天吧就结束了。但是这个猫和狗呢，他们都享受的一级待遇。哎呀，真好玩！看这小东西，再见，再见。我结束这个视频了，真舍不得你们，真亲，好可爱，大猫咪还站在这儿。你是领导吗？又跑来一只，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再见。